喝完这杯酒之后，你一定要还我一个真心无愧的葛仁杰。喝完这杯酒，愿你我长相厮守。 包括袁珍珠，袁珍珠，她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。她在我心中只会越来越远，越来越淡去。而你，你是我的妻，你和我将会共度一生一世，孰轻孰重，谁该惜谁该弃，难道我会不明白吗？ 那些，也怪我，只能怪我曾经付出过一段真心的感情。如果说我马上可以把这件事情淡忘的话，我岂不是在欺骗你吗？是我一直在欺骗自己，我一直以为我可以取代袁珍珠在你心中的位置。 却没想到，你爱他爱的那么深。
他嫁的女人，不值得我记得的，不值得。我一定会忘了的。时间慢慢地忘掉他，但是在那之前，我应当让我自己不完全属于你，这样子才公平。至于我会怎么做，我一定会让你知道的。要我去做模特，拍几张照片挂在店外当做样板。那你帮我看看这样穿好不好看？天哪，这什么衣服啊？你还能再露一点吗？在个陌生男人面前搔首弄姿的，还说要把这照片挂出去让别人看。你自己不要脸没关系，我们葛家人家还要脸呢。妈，您的儿子勤奋好学，天天就在书房里一直熬夜读书，他根本就不管我郁不郁闷。我当然要找事情做，打发时间。原以为你念过书，喝过洋墨水，知书达理，守妇道，没想到你这么不知廉耻，不守妇道。你给我把这个衣服换下来，换下来。好妈，你要我脱我就脱。不行，老夫人，您少邀请，少邀请啊。少奶奶，您就少说两句吧，别把老夫人气坏了身子。六月穿凉鞋，弄你出来了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可以这样子跟我说话？杨梅信，太过分了。人家，你来的正好。你看看，这就是你的好媳妇，有教养的好媳妇。你到底管是不管呢？你到底还是不是男人啊？妈，您说的好。人杰。你妈可真是了解你啊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你妈你到底是怎么当男人？人家
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妈，您先别生气，您先回房间，这儿外面多着呢。说是来道喜的。这件事我暂且不追究，赶紧回房换件衣服，房间客。地方呀，又远又全都是上坡，您这得给一毛钱。多钱？一毛。行。啊，请。他是谁？他是我徒弟，跟着我实习的。好。莲姐娶杨家的二千金，还真是个大喜事。是吗？我没能赶上。真是遗憾，这点小意思请您收下。哎呦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哎，我们人杰啊就是好福气，娶到这么一位识大体又贤良淑德的好妻子。媳妇儿，还不谢谢徐伯母？谢谢徐伯母。不客气。能够嫁到葛家可是梅仙的福气呀。我妈她呀，对我可好了。哎呀，葛夫人，真是羡慕您呐！你看你们全家这么和睦，可不是吗？哎，少奶奶。嗯。喂，来来来，喝茶。Peter， 你什么时候回国？人家可想你了。看电影啊，当然有空啊。就算我没空，我也要挤出时间来见你啊。那看完电影之后，我请你喝酒去跳舞。之前呢，我们可是最有默契的舞伴呢。那我先去准备准备，你待会儿来接我啊。哎，拜拜。妈，我有个约会，要先去忙了。那你们在这儿慢慢聊吧。好。啊，这喝过洋墨水的人呐，就是时髦，跟我们不一样。您还真是个开通的婆婆，人杰呀，你真是好福气呀。伯母喝茶。谢谢。天姐，这全是上坡路。你媳妇这口罩我是戴不了了，辜负了你媳妇的一片心意了。天志，你不累不喘吗？我喘也累，可是我媳妇不让我摘，我不敢摘。嗯，哎，你怎么打人啊？客人就不叫了，就是你就该转弯了。有些客人呐，心高气傲，拿人不当人，要车子转弯的时候，话都懒得说，直接拿手里的伞和拐杖打车夫的背，甚至啊，有的时候还打车夫呢。怎么这么恶劣？还有呢，路上啊，要是遇到管治安的，他可能随时拦下你的车，要你免费带他去他想去的地方。你
可是一个铜子都不能跟他索要的啊，否则倒霉的就车夫自己。怎么了？因为啊，要这样做的话，你就别想有好日子过。借故啊，开你的罚单，罚你的钱，撬走你的车牌，拿走你的坐垫。你要稍微有不满，他就会把你去牢房。那个时候，身上想有一寸好的皮肉，那可就难了。这二虎的爸可没少受这个罪。看来这活还真不是天智能干的。是啊，昨天夜里啊，二虎的妈跟我说了，咱们让天智先干干看，让他吃吃苦，他就知道这个不是那么好干的。等他们回来，我们问问他。电话给修车厂，让他们尽快把车给我修好。哎，你回吧。那是我岳父，这车也是免了。免了，免了，免了。好，拉我去保安队。啊，行行。哎，他是什么呀？啊，这是我徒弟，跟着我学手艺的。哎呦。你个臭拉车，还有个徒弟，你不是开玩笑吗？这他得跟我学会怎么伺候保安队的大爷，您说是不是？这话也对。中丁，走吧。哎，哎呦，大爷，我这徒弟啊，他喘得厉害，休息一下，等会儿再走啊。我管他呢，你大爷我坐你车是给你面子，你知不知道？上来打人啊！人怎么了？我还打你！雷亮爸，我是陆天志啊，这不是陆少爷吗？怎么是您呢？来来来来，您坐，您坐。坐，我坐着歇会儿。不是，你不知道，这我儿子跟陆少爷啊，不，我跟陆少爷的关系那可不一般。是不是陆少爷？嗯，陆少爷，你可真是游戏人间啊！之前呢，先扮乞丐，现在又扮车夫，您真是个游侠呀！雷亮爸，你以后啊，不能再打人了。这要是让我爸知道了，他又让你们队长惩罚你，你又该挨打了。是是是，您说的对。啊，对了，哎，陆兄，前段日子您大喜，正好是跟我小姨子同一天。我什么呀？分身前去。哎，我现在把礼给你补上。把礼，你拿着啊！谢谢你啊，不办，给你。他不是这没事，没事。还有那事儿，今天的事儿，您别跟陆老师说，别跟陆老师说。拜托了，拜托您了。好，好，我不会说的啊。那陆少爷，歇会愉快。歇会愉快，我先走了。走了，雷亮爸，你以前拉过这种车没有啊？我拉，这我哪拉？我没拉。拉这种车可辛苦了。刚才虎爸拉着那个人从可远可远的地方跑过来，还有好多是上坡的路。我明白了，陆少爷，这个车份我给双倍，我给双倍，双倍。来，拿着。拿着，拿着，不，必须拿着，拿着，可以，拿着，拿着。陆少爷，我先走了，你先忙着，你先忙着，我先走，我先走，走了。雷亮吧，天志，你到底是不是我儿子？你以前的神气劲儿都上哪儿去了？你就任由别人骑在你妈脖子上头耀武扬威的，你告诉我，他刚才说那话什么意思？是什么意思啊？
非得要这样，你非得要弄个鸡犬不宁、狼狈不堪才行。您这样不累啊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好像是说你妈无中生有似的。妈，她不过就是照照相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您就睁只眼闭只眼嘛。你是要把我气死啊？啊？干脆我两只眼睛都闭上好了。好了好了，都是儿子的错。妈，你先消消气，别跟他一般见识嘛。等他回来了，我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嗯。葛仁杰，我今天才看清楚你，你是个窝囊废。怎么会娶这样的一个媳妇儿回来？这是个什么样的媳妇儿？什么样的媳妇儿啊？这媳妇儿不是我娶的。在这里喝酒啊？你回来了，来，陪我一起喝一杯。葛仁杰，你又在这里借酒浇愁，请你看清楚，我是杨梅仙，不是你心中的那个女人。梅仙，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吵了？我们可不可以好好努力的过日子？努力？娶了我，就让你那么难堪，让你那么痛苦吗？你娶我的那一天，你就应该明白，你应该要放下那个女人。但是你有吗？你努力过吗？我一心一意，就想要嫁给你，好好的爱着你。可是我得到的是，你要跟我努力过日子。你到底把我杨梅仙当作是什么？我不是卖到葛家的。梅仙，你可不可以大度一点，想开一些？我只不过是……只不过是什么？你说，放不下那段感情，忘不掉那个女人。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子吗？我杨梅仙，你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，清清白白的嫁到你们葛家。原本我也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相夫教子，做个好媳妇。可是东宫花烛夜那一天，就是我噩梦的开始，这就是你给我的婚姻。是我的错。
你媳妇儿吧，不像话，太不像话了。又怎么了？哎，真不知道他唱的是哪一出，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就是唱戏嘛，这一出是西厢记里的红娘带崔莺莺私会张生。是有这么个唱法的吗？你看看你自个儿的媳妇儿跟别的男人磨磨蹭蹭搂搂抱抱，你就不阻止吗？你妈，这您就有所不知了，我跟任杰呢早就沟通好了，我不会在乎他心中有别的女人，他也不能干涉我假凤虚凰，我们呢各玩各的。任杰，人都走了，你们也走吧，快走啊，都走。任杰，哎呦，任杰，告诉妈，你跟你媳妇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？不想谈，我不想谈这个问题，可不可以不要再谈这个问题啊？不行，今天你一定要告诉妈，你跟梅仙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。葛仁杰为什么就忘不了颜珍珠呢？这男人心里就这样，得不到的女人永远是最好最难忘的。那你也是男人，你也这么想啊？我哪敢啊！哎，我除你之外，我没有别的女人啊。不许喝了，别喝了。不是姐说你啊。就算葛仁杰心里有别的女人又能怎么样呢？他这叫什么呀？他这就叫看到画里的大虾啊，眼馋进不了嘴。你何必跟他较真呢？这叫什么呀？你知不知道？傻。哎，对不对，我觉得你姐说这话说的对。你这事儿呢你不能较真儿，你关键是你怀着葛家的孩子，这才是重点。不行，只要葛仁杰心中还有别的女人，我就。
绝对不会让他碰我的，因为我不是妓女。哎，你计划中了，计划中了呀！怎么这么死脑筋呢？啊，这不是死脑筋，这是一个妻子该有的尊严。叫我喝，别喝了，管我了。想跟您借个车，回老家一趟，拉些蜡染的工具，不知道方不方便？那有啥不方便的？走，我给你出一辆车。不用了，您累了一天了，休息吧，我让天志拉就行了。哦，让天志实习一下啊！嗯、好，走，我给你们拉车去，走走。生活也挺苦的，咱们不应该再给他们增加负担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做些蜡染的活，赚些收入，就为他们填补些家用。好，那从明天开始啊，我也出去拉车，给家里赚钱啊。不行。啊。上次听嫂子说了那些事之后，我才知道，拉车并没那么容易。所以从下学期起。你还跟二虎他们去上学，赚钱的事儿由我来就行了。不行，我是个男。听话。啊，咱们回家。哎。睡觉的时候啊，我还蹬被子，我要把被子踢开了，就该着凉了。所以啊，我还是一个人睡吧。珍珠，我有什么得罪你们？你丈夫要这样子骂我，和他讲了我们的故事，也许他为我抱不平吧。他说的这句话得罪你，我向他道歉。
是你背情负事在先，你却说让你丈夫为你抱不平，你真行啊，袁珍珠！背情负事，你说谁背情负事？说你！你说什么？媳妇，媳妇，你明明是答应嫁给我的，我们是立了誓约的，你却嫁给穆天志！你说什么？媳妇，媳妇，你别管他。找个是非黑白不可！你媳妇，你说谁厚颜无耻？你，你是背情负事，你却把责任怪在我的头上，你还有一点良心吗，哥？你还有一点良心吗？笑话，天大的笑话！没有良心的人是你，袁珍珠。是你呀！如果你得了失忆症的话，妈妈让我提醒你，当初是谁？是谁要跟我当初要公正结婚的？是我。结婚当天，你到场吗？我那天不能来，是因为我回保安队。关在保安局的拘留所里面，可是我在拘留所里面却看到你要嫁进陆家当媳妇的喜帖。不好意思，也请你下车。怎么回事？有人举报您的车上有东西。我车上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也许吧，我也不能借你的车，还要检查一下。这是这东西哪来的？走吧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啊！袁珍珠啊，他根本就不喜欢你，他喜欢的是咱们家的钱，他已经投向别的有钱人去了。不信你看，我都说的请帖了。是妈你造假的，这都是假的。那时候，我怎么也不相信。你会抛弃我，会嫁给陆天志，所以我就发了疯似的，拿着你的喜帖，跑到你家。结果我看到的是喜铺的伙计，正在布置你的计。远姓茶庄的陆家呀，不是这样的。那天我和我哥到了结婚现场，结果我看不到你。他是不会来了。一些亲密的合影，还有你们的喜帖。这是我的喜帖，上面有我女方家的地址。等到你完成了红梅凤舞图之后，请你送到我家，我再请人付尾款给你。我们俩都中了我妈和杨梅仙姐妹的计了。你说，你看到的我和杨梅仙的照片，是我中了我妈和杨梅仙姐妹的计。那天我妈约了杨梅仙姐妹到我家来做客，杨梅仙不小心在我面前
划了一拳，我本能的去报复。可是那个时候，杨梅仙的姐姐杨明月用她手上的照相机把这一幕给拍下来，而当你看到我和杨梅仙的结婚证的时候，我还被关在牢里呢。那个时候我绝对没有要跟杨梅仙结婚的事情，反而是我拿着你的喜帖奔到你家里，看到喜铺的伙计正在布置你们家，听到喜铺的伙计在说你们结婚的事，我才信了你这，我才跟我妈说让我跟你同一天嫁去。千万不要让我在珍珠之前嫁去，我不想让上天误以为是我负他在先。那就在他成亲以后咱们再结婚。不，更不要让上天以为是他负了我，就让我们同一天嫁去吧。谁也负不了谁。你知道，你知道我是跟我哥怎么说的吗？我跟我哥说，我也要跟你同一天嫁去，以免你。以免我这个负心汉遭雷劈。怎么回事啊？
我想离开天之。原来是这就难怪妹子了。换作是我，也会这么决定，这么选择的。你跟葛先生才是真心相爱的一段，而且还爱得很深，而你们又是在那样不堪的情况下被人活生生的给拆散了。现在真相大白了，没有任何人会阻止你们在一起，也没有任何人会阻止你们复合。可是你们两个人现在都已经各自都嫁娶了，我现在担心的是你们怎么面对自己的家庭，怎么面对你们各自的妻子和老公。我和杨梅仙不曾圆房，而他和我母亲，还有他姐和他姐夫，用这种卑劣的手段硬要把我和珍珠拆散，我是没有办法原谅他们的。所以我不管家里人如何，我决定我直接跟杨梅仙说，我要跟他离婚。我和天智也不曾远方，不过天智对我很好，真的很好。可是我并不爱他，现在还不知道要怎么跟他讲，能求得他的原谅。这太复杂的事情啊，天智不懂，他就像个孩子似的。你离开他，也许他会伤心难过一阵子，可是日子久了，他也许就会淡忘了。可是这陆家会让你离开天智吗？我想我会和我哥说，我想我哥他为了我会把陆家的钱还给陆家的。大妹子，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你想想，就天智的父亲，他在我们这个地方的地位，他能让他刚过门的媳妇离开天智，跟另外一个男人过日子吗？他能吗？不可能啊，大妹子。那我和珍珠只好不顾一切，远走高飞了。我和珍珠回去外地，重新过新的生活。也许只有这样，你们才能够在一起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不管你们做出什么选择，我和虎爸都衷心地祝福你们，祝福你们相爱一生，白头到老。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我说这个事情就别告诉天智了，趁他早上还没有睡醒的时候，你们就悄悄地走吧，啊，否则的话，这让天智知道了以后，这又哭又闹的，他不会让你走的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你早点休息，明天一大早我来接你。我在村口等你。你回去之后，别跟家里人和杨梅仙吵。我知道。我不会和任何人吵，只会回去好好睡一觉。你也早点睡，我明天来接你。
志，你该睡觉了。睡在门口啊，你还是睡床上吧。你睡在门口，我出去不方便。媳妇儿，睡觉。学长，这是你的书房，不需要我请你进来吧？爸，你在看我的日记？是。你和梅仙闹别扭，你妈跟我说了。我想知道原因，所以就来找你。可你不在，我想，或许可以从你的日记里找到原因。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那原因？你爱珍珠爱得太深，到现在还无法忘记她。儿子啊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既然你至始至终都深爱珍珠，那为什么要答应娶梅仙呢？难道你不知道真相？不知道内幕？什么内幕？我一直都在纳闷。我记得你一直在求我，要我接纳珍珠，可一转眼。你又答应娶梅仙为妻。我问你母亲，你母亲告诉我说，你对梅仙是一见钟情啊。那是妈在说谎。其实妈一直在想办法拆散我和珍珠。这个我也是今天晚上才知道的。怎么回事？
所以，我已经决定跟严卫先离婚，跟珍珠长相厮守。 拉着车，带你去找葛仁杰。你知道我和葛仁杰要一起离开，天之。 也是因为我们的分开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昨天晚上你说话的时候，我都听见了。我听见你说你根本就不爱我，我还听见胡妈说，她说。 你跟仁杰，你们两个他是相爱的，爱得很深，你懂得什么是爱吗？
我懂得。是说，爱就是舍不得，爱就是不能没有的。老师还跟我们说，我们要爱祖国，爱国旗，爱爸爸，爱妈妈。你跟人杰那么相爱，你肯定舍不得。我知道人杰不能没有你，你也不能没有人杰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就拉着你，我拉着你去找葛文杰。我送你去。万一被一些人给看见了，你怎么跟陆家还有杨家交代？爹就送你到这儿了。啊，你等一下啊。在外面好好过日子，别牵挂我们，啊！来，怎么会那么沉啊？里面除了一叠你的衣物之外，就是庄票和一些金条。庄票呢，是给你们在外面过日子用的；金条啊，就当是爹给珍珠的聘礼吧。你要设法让珍珠还给陆家，你们好安安心心在外面过日子。我，哎呀，这做父母的哪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女过得快乐，过得好啊？你说是不是？爸处处为儿子着想，儿子却那么的不孝，让爸妈承受那么大的压力。我这么一走，爸跟妈就要承受杨家跟陆家多少言语，多少外面人的闲言闲语。我不能就这样子走。我要回去跟杨梅先说，
我要跟他离婚，我要跟袁珍珠。要是梅仙她不肯呢？这事情闹得开来，到时候你想带珍珠走就难了。别管那么多了啊，好好过日子。以后有了儿子，有了孩子，来信告诉我们，我和你妈。